今天又来高班四喽。高班寺是格鲁寺，所以这里供奉的主尊是格鲁派的开山祖师钟喀巴大师。高班寺的食堂，这后面是高班寺的一个小花园。欧美年轻人在高班寺里学习的比较多，他1969年就开始招收第一批欧美学生了。这边有短期的佛教哲学课程和心理学课程。电影《小活佛》里的西班牙小活佛就是来自高班寺，它是每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对外开放，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。每次来高班寺天气都非常好，